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世人则见佛了，佛真是心，心不足以生，生亦不足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此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为心造其所喷然，尽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于华云，即华于宝于宝云，无数中为相为瑞变庄严，天人闻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称扬地藏真功德，此因其善事救众生，手中金犀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为阎浮提，故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尽全上道理全功，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一是佛在道立天为母说法，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世间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智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前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若是等不可说光明云，亦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诸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彼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道立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虚言摩天，
都率脱天化了天，他化自在天，凡中天，凡覆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金天，覆身天，覆爱天，光国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出天，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中，悉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即所破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湿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即所破世界，诸他鬼王，所谓耳目鬼王、胆邪鬼王、胆惊奇鬼王、胆胎乱鬼王、心病鬼王、舌毒鬼王、痴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即回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他利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不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即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受为面心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沙漠丛林到马祖，为善事为成，以我一说作一合，合一恒，合沙一沙，一切一切之内，一成一切一切之内，所及成数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一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生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可露，所起心想，世人当得百般生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二道。闻说是地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前身为大长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是长者子，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恨愿，而得此相。时时自分寻具足万恒如来高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
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常者自应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劫，上为菩萨有余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号曰觉华听，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头中所行进行诸作瓦，诸天为护其魔行邪常行三宝，时时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魔灵身正解了此女魔，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之魔在世不行因果，我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买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工具以现佛塔寺大行供养坚决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思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欧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我之悲哀，我今是如魔之躯，出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百口曰：是何神的观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念无处可闻，至目生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夜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若一目悲于常情众生之本，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俱生自不知，皆皆孙左右扶持两袖方数而百空曰：愿佛赐名诉说我魔神界，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高声女也如供养地藏造反舍，端坐四位我之名号，即当自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目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一海边，其水涌飞多住而受，今复皆身飞坐海上，东西之诸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受，正去是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足，罪人失禁而受福自破绝，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堪救，世是婆罗门女，一念佛离国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妒忌，受来应百神女，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是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时何处无妒大
耶只是大天为山西面地中海神你文月我文天为之内地狱在中世世是否我多大也是有地狱神你文月我金云他得到狱所我多大月若非为神继续夜里非此而始终不能到神你又问子水何缘而来用非多助罪人记忆而受无度大约此时阎浮提早而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即是为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具本业所干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北是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国府北三也而已之所召干公号也海其出世也神女又问鬼王无度也地狱何在无度大约上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度两次有千百亿无量苦神你又问大鬼王曰我末世来为救不知恨神当知何去鬼王问神你曰菩萨之末在生息和长夜之地段曰我末邪见机会三宝舍我占心全有不尽是水日前为之神主度大约菩萨之末心是何等神你当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山仙母豪月地利五度合掌其菩萨曰愿生者却凡本初无知有一辈莲月地利罪女生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成孝顺子子为母舍公修佛不是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是非为菩萨之末得脱地狱因是无间罪人即日喜得受了具同生其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梦归无此事一便于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乡之间离弘誓愿愿我今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施礼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本身即为平地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化身其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即在道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可以方便于诸得解脱从业到处这一个有千万亿哪有他数供之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登悲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流道受苦暂无休息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各火过正即知道理心怀永月瞻仰如来摩婆瞻舍二十世尊数金色比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